到底准备这一问。过晒难度咧，就慢晒。力啲气力分配唔好。在這個錄像機裡面的人和看真人不一樣，都不喜歡。都叫來過嘛，看好了嘛，做一兩個好了嘛。哎呀，
看这家没练过。这次没练过。是。这动作很大啊。陕西。你觉得录录？要录那个分数吗？但是我录我就录。那真的我也录。
对对。Thank you.
的书。